家人们，各种银元的含义量你知道吗？不知道的赶紧点个关注，以后找得到。第一种，袁大头的含银量 89%， 重量 26.8 克。第二种，孙小头的含银量 89%， 重量 26.8 克。第三种，船羊的含银量 88%， 重量 26.7 克。第四种，大清银币的含银量 90%， 重量 26.8 克。第五种，造币总厂的含银量 90%， 重量 26.8 克。第六种，广东省造龙羊的含银量 90%， 重量 26.8 克。第七种，湖北省造龙羊的含银量 90%， 重量 26.8 克。第八种，江南省造龙羊的含银量 90%， 重量 26.8 克。第九种，北洋24年机器局的含银量 89%， 重量 26.8 克。第十种，北洋造光绪元宝的含银量 89%， 重量 26.8 克。第十一种，四川龙羊的含银量 89%， 重量 26.8 克。第十二种，安徽龙羊的含银量 89%， 重量 26.8 克。